好，我是橘岛国子，我们在网路红人记。我要在拍摄的就是网路影片，有许多的散播欢乐的影片，还有一些散播正面能量的影片。我就拍了第一支影片，叫做《篮球场上的十种人》，就发现观众还蛮喜欢的，蛮多的是网友在上面给我们的留言，是说你们篮球影片真的拍得很传神啊。那我们平常就是我就是一个质感的人，那他就是一个常常教练的人，是啊，我就真的是奶油手，他就是奶油手，所以我们演得很传神，并不是因为演技好，而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自己，对。我们一直持续的拍，当然会面临到许多现实层面的问题，一个25块的面包三个人吃，其实当下我们真的蛮想哭的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未来在哪里。每一个人都曾经有想要放弃的念头，可是时不时的伙伴就会拉着对方说不要放弃，我们其实还可以更好。有这个团队是一件 很无价的事情，这是真的，对，对啊，很幸福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能替他们做些什么事？后来就想到，其实我们喜欢演戏，喜欢拍片，那不如就拍一个搞笑影片。这些伤患他们在未来复健的过程当中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，觉得好笑的话，那也许我们就帮到他一些什么了。那真的有发现城堡的伤患传讯息给我们说，谢谢我们，他们有看到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拍下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豪豪，我现在在 Web TV Asia 网路红人志。